简讯连结四个月假315万，七种类型暴力灾。诈骗方法防不胜防，挑战着你我的好奇心，小心误掉陷阱。警政署统计，今年前四个月简讯诈骗盛行，金额高达315万，已超过去年一整年。诈骗集团先发送有连结的手机简讯或 LINE， 用户好奇或忧心点入。病毒程式植入手机，集团窃取个资、认证码、通讯录，再利用这些个资上网买游戏点数。用户通讯录上的朋友也会收到简讯，点入连结，扩散吸金飞快，且小额付费，被害人多半没有警觉，直到接到账单才知受骗。还有民众损失4万多元。警方整理也发现，主要简讯内容有7种：您正在网络支付，改即便电子凭证签收，电信费用账单查询，被偷拍的是你吗？上次聚会照片或获得礼券下载领奖单据。中华电信与台哥大表示，用户小额付款已采双向认证，诈骗集团较不易得手。警方呼吁，预防这类简讯诈骗，就是不要轻易点选来路不明简讯，或是直接关闭手机小额付款功能。懂新闻，坏人怎像野草一样烧不尽啊！报道。